大家早晨啊，咁都个几礼拜冇同大家拍呢个香港早晨啊，咁近排都有啲唔开心嘅嘢，同埋有啲坏消息啦。咁大家知唔知道有间标普啊，都好耐历史啊，几廿年历史啦，都将要面临结业啊。咁寻日我行过海运啊，咁亦都见到啦，之前我好熟悉嘅一间 multi brand 嘅标普啦，三宝啦吓。依家取而代之，已經全部專門店啊，唔同手錶品牌嘅專門店啊，咁嗰間 multi brand 嘅三寶啦，喺嗰一層嗰個位置已經冇咗啦。咁其實大家係想見到更多嘅依啲所謂專門店啦，或者多啲係 multi brand 嘅錶鋪啦，可以行入去有更多嘅手錶品牌嘅選擇咧，同埋更有人情味嘅服務咧，咁啊，即係依。这个真是大家的决定了、啊、如果这样的走势我可以预计到呢，可能有朝一日呢真是没有、啊、这些传统的标铺、啊、全部都是些个别品牌的专门店、啊啊、有些标迷近来都问我了、啊、大人、啊、出了片没有、啊、其实我日日都有出片的、啊啊、其实可能有些标迷啦，都唔系真系跟得咁贴我啲片啦，所以成日一见到我就问我出咗片未，亦都有啲标迷啦。诶，大家见唔见到有彩虹、哦？真系都几正啊！琴晚啱啱有雨落咩？我都唔知喎、哦。咁啊，好靓啊吓！大家见唔见到个彩虹啊？系啦，咁啊，讲翻啦，咁有啲标迷亦都同我讲啦，哇，大人你近排好烂，出少咁多片，咁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即系依个 channel 啦，都系介绍超笋价啲标为主啦，或者系有啲新标啦，所以咧，当吓、啊、即系少咗依啲诶超笋价或者系标嘅出现咧，我当然嘅片咧亦都系少啲嘅，我亦都唔想系咩都拍咩都介绍嘅，嗰啲就留俾其他人做啦吓。咁 所以我亦都有多啲时间啦，近排。都是用来陪家人啦，还有再想一下啦，我这个标志大人未来的、方向啦、啊、应该做些什么，或者是再开些什么、主题啊，即是都在这里思考着这件事的。不过大家都知道我都是做标的啦，也都很需要大家支持的，就好像我、啊、片头讲的、啊，如果大家不支持啲 multi brand 嘅标铺咧，终有一日咧吓，一间一间咁执咧，咁真系好可惜啊，亦都系非常唔开心啊吓。所以咧，有时即系平又好，贵又好，都希望大家吓能力范围可以做到，都支持一下我哋啦。即系我都讲过好多次啦，好似呢一只 Time First 啊。啊、時間第一香港品牌哈、啊、賣緊俾你都係哈筍到不能再筍嘅1900蚊哈，咁啊如果1900蚊你都喺荷包揞唔到出嚟咧，咁真係唔好話支持我哋啦嚇。咁 啊當然啦，即係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嘅，有啲人真係唔鍾意本地牌子啊嘛，咁瑞士牌子其實平平貴貴都有好多，咁有啲咧真係折到嚟真係好筍。咁呢個週末我都將會有啲真係好筍嘅嚇，大家都熟悉嘅牌子咧將會出現啦。咁啊，如果你想知，如果你想等片出啦，咁有時都會慢咗一步嘅嚇。咁啊，如果得閒落去利昌啊，同華哥傾下，可能都預先會知道下會有啲咩標會翻啦。咁啊，亦都會有一個先機啦，可以第一時間入手到一啲真係超筍嘅靚嘢啊！咁啊，今日星期五啊，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末啦。咁啊，唔好忘記啊嚇，支持我哋啲標鋪啦，同埋啲細牌子啦、細標鋪啦。咁啊，令到我哋仲有嚇呢個動力啊，去為大家服務啊。OK， 咁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啦，拜拜。
咁啊，我呢个香港早晨啦，落嚟啦，都将会不定时咁出啦，而唔系好似之前咁每朝出嘅。咁最主要我都想吓喺度思考一下吓，或者系计划下啦吓，我未来呢个 channel 嘅一啲方向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继续去支持我啦，同埋我呢个 channel 嘅吓，支持我啲人吓。当然我知道你系边个啦，咁啊。多謝你哋啊，咁啊，希望你哋繼續支持嚇，拜拜。